应粉丝要求，这期接受独角浮桥的关卡挑战。没错，挑战只用第一人称拿下第一。估计很多人都有想过去试试吧。嗯。开局先观察大家走哪条路，避免和其他人挤木头。左边可以。可怜的对手掉下去了。现在单纯跑的话肯定没优势，所以我们直接走旁边的近路，也就是走下石柱后一个跳跃抓攀上来，然后退一点点，拉满紧跑一个大跳。 再次触发抓攀动作，没错，这一步非常关键，可以轻松甩开很多对手十几秒。这样一来，后面只需要慢慢跑就可以了。OK， 成功拿下第一名，用时1分07秒。其他人还在中间路段时，我就赢了。既然第一人称都搞定了。 那第三人称看看能不能跑快一点，路线和第一人称都一样，所以我就把视频加速一下。总共用时1分05秒，感觉还不是最快的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最快用了多久呢？也可以去试试看。拜拜。